深夜，魏婴洗漱好，披着一头乌黑如墨的长发，坐在妆台前，身后的工人在给他梳头发，而魏婴手里拿着白天蓝湛给他的玉簪子，对着烛光看了又看。这是蓝湛的母后庄惠皇后的东西。说起来，这庄惠皇后还是魏婴的婆婆，不过魏婴并没有见过她。据说太祖与庄惠皇后感情深厚，太祖婚事之后不久。 庄惠皇后就跟着一起去了，这事一直都是大雍的美谈。不过魏婴想，若是他，是绝对不会为了一个有众多妃嫔的皇帝殉情的。这其中有没有猫腻，谁知道呢？魏婴看着这晶莹剔透的玉簪子，又想到庄惠皇后死的时候，蓝湛才十一二岁，这簪子是蓝湛母亲的遗物，对蓝湛应该很重要吧。 蓝湛为什么要把这个给他？魏婴心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魏婴只好先把玉簪子小心的收在匣子里。魏婴一晚没睡好，思来想去都觉得不该与蓝湛交往过甚，决定把玉簪子还给蓝湛。第二日一早，魏婴便写了一个帖子，并着那个装着玉簪的盒子一起，让金瑶偷偷,偷送去摄政王府。不过一个时辰，金瑶就回来了。 说没有见到摄政王，把盒子交给摄政王的部下就回来了。下午时，内侍来禀报，摄政王和几位大臣已经在议事厅等着了。这时，魏英才起身，慢悠悠的走了议事厅。魏英进了议事厅，众人对着他拱手行礼。蓝湛微微抬眼看向魏英的束发，见魏英戴着一顶镶嵌着红宝石的金冠后，又把眼神收了回来。 恭敬的叫了魏婴一声“皇嫂”，诸位平身。议事厅的桌案上举荐帝师的折子都呈了上来。魏婴坐在御案后，听着大臣们举荐人选。魏婴偷偷的看了一眼蓝湛，看他今天正经的很，与魏婴的眼神对上也没有调戏。他一身绣金白衣，端正严肃。几人便商议决定了帝师的人选，六议分别都定了两位老师。 而蓝湛也顶了个帝师的名头，教小皇帝武艺。摄政王和魏家的举荐的人选都安排进去了，可谓是不偏不倚。等到魏婴再出议事厅的时候，已经快到傍晚了。把玉簪子还给蓝湛后，魏婴本以为蓝湛会来找他闹上一番，没想到自那日后，蓝湛就没有来找过他。 不过，蓝湛要教导小皇帝的骑射，入后宫倒是光明正大了。这样也好，就把关系断在这里，他们就应该是皇嫂、皇叔、皇太后、摄政王的关系，不需要那样过多的接触，这样对他们两个都好。又了几日，便到了魏婴来训妻的日子，雍宁宫开始宫门紧闭，寝殿里，魏婴穿着单薄的睡袍。 坐在宫床边，他脸上微红，已经开始难受了。一旁的宫人赶紧为魏婴奉上上等清心丹。平时都是金瑶在他身边寸步不离，但是现在金瑶受魏婴影响，两人一同来了汛期，已经自行闭妻去了。魏婴身边便都换了中庸的宫人服侍。魏婴服下丹药，便清退了宫人，躺到了宫床上。魏婴闭着眼睛。 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，虽然有清新丹压抑汛期，但是他身上还是虚弱无力、疲软发懵。不知道是不是他心理问题，他心里慌得很，觉得被标记后独自度过汛期，竟然比以前更加难熬。羡羡羡羡，魏婴听到有人叫他，转头睁眼就看到坐在他床上的蓝湛。魏婴吓得倒吸了一口气，撑起上半身。 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吃清心丹了？蓝湛对魏婴的问题充耳不闻，自顾自地问着魏婴：“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怎么进来的？”魏婴不担心蓝湛会被人发现，但是雍宁宫戒备森严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羡羡，你真的是很不了解我呀！我想去的地方，还有能拦得住我的吗？是，摄政王殿下厉害。 摄政王殿下威武，哪都拦不住你。魏婴被气到，他在训妻，情绪本来就容易波动，他胸膛一下下起伏着，深呼吸平复着自己的心情。蓝湛失笑，又靠近了一些，离我远点。我问你，我给你的簪子为什么又送换给我了？哪有退人家里的道理？不合礼节，为什么不能退？魏婴说完。 也许是闻到蓝湛身上前缘的味道，他的脸更红了，心跳越来越快，体温也越来越高。蓝湛靠近魏婴，闻了闻。魏婴吃了清心丹，压抑了汛期的信箱。不过魏婴被蓝湛标记过，蓝湛在魏婴身边时，在上等的清心丹也不能完全压抑汛期，还是有信箱慢慢溢了出来。好了，好了，簪子的事以后再说。 说你殉妻的事，你有前缘，何必要吃那清心丹？有我呀！蓝湛拉起魏婴的手说道：“被标记过的坤泽殉妻时，他们会渴望自己的前缘在自己身边。”呵呵，你是要我把你当工具吗？可以，我不介意。魏婴想甩开蓝湛的手，奈何身上没有力气，只是抬手虚晃了几下。“你来占我便宜，你当然不介意。” 魏婴双眼一红，就流下了眼泪，晶莹的眼泪如珠子一般划过白里透红的小脸。正是浅淡春山，娇柔柳腰，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蓝湛看的喉结一紧，想着自己真是为色所迷，我可还是童子身，也不知道是谁占谁便宜。你，那我也是啊。蓝湛笑着把魏婴搂进怀里。 带着他躺在了床上，所以我们是天生一对啊！谁和你天生一对？不要脸！好了好了，别生气，不然你更难受。你放开我！不放。蓝湛笑看着魏婴在他怀里闹，闹得魏婴没劲儿了，才低头亲上他。臭流氓！